大家好，我是 Thomas，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这个潮阳渔港，要来看这个这边有两个定制渔场啊，分别是南网跟北网啊。然后现在大概是早上的快八点，然后渔船马上就回来了。其实我现在在这个堤岸上面，已经看到定制渔场的船在那边。好，现在在一个标船的情况。那等一下呢，他们就会回到这个潮阳渔港。好，这边是南网，那边是北网，然后有分别有两个定制渔场。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渔获。大家看一下这个潮阳渔港右边这边也有是有一个小海岸，也是非常漂亮的。然后它上面好像有一个步道，大家可以有机会的话可以上去走走看。现在这个渔船回来了，这些一大早这些婆婆阿姨们就过来准备抢鱼，然后这个冰块也都打好了。川田，定制渔场的渔船回来了。很多人准备要抢鱼啊。这个白带 ，Enaho， 哦，这 Enaho 很肥哦。哦，今天有加字哦。好，来 ，OK， 好，上吧。今天有这个加字啊 ，Enaho。现在还有这个飞鱼啊，哦，都是小的梭鱼啊。先有这个烂草夏威夷海莲，还有这个 Mega 小土托，先有一只小的曼波鱼，先有这个青鱼啊，青鱼蛮大只的，谢谢。拿到鱼之后就可以来这边结账了。太多细吧，来多少来？过来，你铁包要求你做的铁，来。这边是一些小杂鱼啊，有没有观众知道这种鱼叫什么的？是那个青鳞鱼吗？这边有很贴心的写渔船每日大约进港时间，
早上6:45或者是2:30，然后这个是比较最近的时间。然后保利龙100块，冰块1盘50啊。现在过来北这一边，哇，这也是很多 N 啊后。有这个梭鱼啊，啊，大部分都是 N 啊后，还有 N 啊。过来看一下。这个皮啊，这个剥皮鱼啊，不是很厚的，是很强。也有这个很肥的青鱼。今天有一只很大的梭鱼啊，竹梭，然后还有一只拉伦。大家看一下这个青鱼啊，蛮粗的，这是我的手啊，一只可能有个1斤多一点哦。这定制渔场的船都回来的非常快，一下子就没了。其实我第一次来这个定制渔场，就是来这个朝阳渔港的定制渔场。那时候买了2只的这个马家剪啊，日本马家村。然后看一下这个岸边的这个阿姨跟叔叔，就直接在岸边这个抬鱼啊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，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